这个猫眼萝卜杀的行为是相当的规范，跟砌墙一样，两边一边砌了一头，出来吧。呵呵呵，这个还挺大呀。哎，喝水了。哇，其实这种猫眼萝捏起来相当的解压，心情不好的人可以上海边试一下，捡到它就是这么一捏，太爽了，带着吧。这是一个毛蛤，毛蛤现在都挑剔了，不愿在水里边，也在沙滩上。原来的毛蛤都在水边，这家伙一天一天也喜欢晒太阳，在沙滩里边，他也知道现在水特别凉，不愿洗澡。这个猫眼萝大不大吧？你就说大不大就完了。它这个坑卧的也大，出来。哎，哇塞，又是一个拔萝卜。哇，水分太多，这个啊，都喷我脸上了。太漂亮了，请这个带着吧。把这个沙赶紧现在给它抠出来，抠完的话它都渗透到肉里面去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大海里面长了一个肉刺，我得给它挑出来，还挺生的。这到底是个什么？我得一探究竟一下。哎，断哦。哎，它真长了个肉刺，这扎手上都疼，这扎沙滩上也不知道它疼不疼。这地方还有肉，还带根儿的，在这跟个小虫子一样。不要怕，要也不好吃。这种海龟你得转圈吧，要不然它会断掉。先给它挖深一点，挖得越深，它那个逃跑几率就越小。